木兰花花语是高洁典雅，木兰花的花色多为白色，不染一丝杂色，如同善良高洁的女子，而且花朵开放在枝梢顶部，需要昂首才能观赏，给人一种高贵的感觉，适合将木兰花送给女性朋友，表达赞美之情。木兰花进入花期后，花朵在枝梢顶部开放，所有的花瓣会向外展开，露出其中的花蕊，仿佛是一个无私奉献的人，将自己的一切展示在人们面前，体现出高尚的品质。可以将木兰花送给老师，表达敬意。木兰花和花木兰的名字相同，且花木兰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替父出征、英勇杀敌的忠孝形象，所以木兰花有着勇敢无畏的花语，适合将其送给朋友或者是创业者，表达鼓励，希望对方不要轻。